当然第一个先复制，不，第一个先把它改成50了哈，那再复制另外三个，那这个水平，这个水平，这个旋转90度啊，垂直旋转90度，这样第一题哈。第二题的话就是这一个，这个它是本来是在这个这一张里面，然后把它先做那个透明度一样改50，然后把它怎么样复制图层到哪里呢？到这边来。不过复制过来的话哈，它会在下面，所以你把它搬到上面来哦，大概流程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哈。反正你把它熟悉之后啦，考试就照着这样做。那尽量当然也不要死背啦，这些都活的东西哈。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接下来就是啊，题目要我们做一些再进一步哈。把它做一些那个建成的效果啦，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完成的地方齁，其实就像什么上面不是盖了这些东西啊，有没有有一些颜色，但是这个颜色又好像彩色的在上面的这个效果，那怎么做出来的齁？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后面这些东西啦齁，它有几个动作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算是比较难一点点齁，但是这个只要细节有注意到的话，你就照着这个题目要求的一个个来做，我想应该没有做不出来的。首先第一个什么，建立一个新的图层，填色就填满，填满白色，那并且设定图层样式为颜色覆盖，然后要柔光，要这个颜色，并且把填满色为0，好，完成这些动作。所以第一个我们一个不来看，第一个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图层，当然简单了，你就切到这个画面，切到刚刚这个。那建立新图层我前面讲过，你可以从那个这个右下角，右下角这边有什么新图层嘛，前面讲过嘛，你点它一下，它就会建一个新的图层。那这个图层的话呢，它会建在这个图层2，有没有，那你把它搬到最上面好了，先把它搬到最上面。那这个图层里面要填颜色，它原来预设的是透明的，有没有，你会发现啊，是怎么透明的话表示这里嘛，它像就是透明的，有没有，方格状嘛，那所以我要填一个颜色的话，那怎么做，很简单，怎么做，编辑填满，对，填满，有没有，这颜色啊白色就好了，可以，前面好像做过蛮多的，白色就填上，所以以后你要填一个图层是白色就这样子。那它题目里面要求做什么呢，这个第一个就做完了，填满白色，然后呢设定图层样式，关键字哦，图层样式哦，应该还记得图层样式怎么叫出来吧？只要在那个图层上怎么样，快点两下，就会跳出那个图层样式的那个视窗。找到颜色覆盖，设定值，设定这一些，就完成啊。所以怎么做哦？第一个，在这个图层快点两下，它会跳出什么图层样式？有没有？这个好像之前也特别强调过图层样式哈。那图层样式里面有一个什么颜色覆盖，所以你就找到颜色覆盖这个选项，有没有？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时候请你点一下颜色覆盖，它会顺便帮你打勾。但是呢，颜色覆盖呢，它要柔光的，所以请你把正常改成柔光。柔光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有没有柔光？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它柔光的颜色也不是要红色，它要是多少呢？它要是这个186 186 90。186 186 90 OK， 所以把这186 186、然后下一个是186，下一个90，填上去就有点像这个颜色，好，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但是你会发现奇怪，背后的东西怎么还不见呢？因为它最后说填满怎么样，要把它改成0，就是意思就是说让它改成这样，有没有，填满，有没有发现所以你会发现填满，这又是一招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完全填满，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填 100% 它就看不到了，但是如果我填的是什么呢 50%， 这感觉有点像雾里看花，那其实跟不透明有没有不一样呢？其实不透明可不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效果出来，也有，有没有？不过呢，你会发现，不透明的部分是透明度，那填满的话呢，是要不要填满那个白色的部分，所以两者之间，稍有差异哦。OK， 那当然这是两招，以后可以利用这两招做很多的变化，那因为题目里面呢，它就是要把那个填满给改成0啊，是基本上有没有？它说图层呢填满设为0就可以了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已经完成到第三题的这边，然后呢再建一个新的图层。
并且田也一样白色，所以跟上面是动作一模一样，但是后面这个地方不一样，用建成覆盖，哦，但是，哦，它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没讲清楚哦，这个可能你们要稍微记一下哦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如果建成像现在这个效果跟这个效果好像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建成的那个，所以再新一个图层，再一样填满那个白色，哦，填满白色，填满完之后呢，一样在这上面点两下，找到建成覆盖 ，OK， 那建成覆盖预设是黑白的。不过看起来应该不是黑白，所以题目里面没讲。第一个你可能要自己要改几个地方。第一个，请你把那个什么呢，建成本来黑白改成彩色，而且要改成什么，改成这个彩色。嘿 ,OK, 你会发现没办法，因为完成档就是这个颜色嘛齁。但是第二个的话呢，你会发现齁，哎，这个建成做完之后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差别呢？那个完成的档案齁，它的方向齁，哦，有没有发现这个方向齁，哦，它是什么呢？有没有是垂直的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们做出来是水平，所以怎么办呢齁，哦，你在填的颜色的时候呢，请这边齁，哦，建成这边齁，哦，这边改成彩色的，然后角度的话呢齁，哦，原来是90度，对，请你把它改成0度。诶，为什么要改成0度？因为呢，我要把它改成垂直，否则你这样做出来感觉跟完成档方向不对啊，不一样，哦，所以特别重要，预设是90度，请你把它改成什么，改成0度，其实改成180度也可以啦，反正不是转这个方向跟转那个方向而已，哦，好，那最后的话呢，哦，这个地方呢就把它还有个地方要改一下，哦，这边请你把它改成覆盖，哦，这个地方改覆盖，诶，所以要改1 2 3， OK， 特别注意哦，哦，这个是建成啊，题目里面只有讲到这个，他没有讲到这个，也没有讲到这个，也没讲这个，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。那另外还有哪个地方不透明度，我看一下题目里面有没有讲不透明度。第三个OK， 不过我记得这个不透明度如果100看不到，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把这个不透明度，哦，这个把它改成多少，改成大概25左右覆盖，然后这个哈，啊，线，这个不要改， OK， 按确定，不透明度啊，这边啊，这边把它改一下，改成25啊，不，这个效果，哦，这个效果要改成覆盖，好，效果还是说这个填满 是啊，对对，这个填满一样哈，哦，这个不透明度不改，所以我做完之后呢，一样哈，哦，前面的那个是不透明度是到零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。不过我记得这个零哈，哦，看到的效果好像又跟最后完成不太一样，我记得好像差不多改成25吧，哦，这个效果，哎，还是改成零，那哎改成零好像比较接近了。OK， 那请各位试一下，就是说，根据那个题目里面哈，他要我们做的这些动作，那就是做两个新的图层哈，啊，并且特别注意哦，设定那个点两下，包含就是建成跟颜色覆盖。好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因为现在下等，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哈，哦。